上呼吸道的保健饮品枸杞菊花。根据中医的理论，菊花甘味苦寒，对肺经跟肝经有良好的帮助，加上了枸杞能够保健上呼吸道。枸杞一般的超市商店也都有卖，菊花也很方便，到一般的中药店都有卖这个菊花。大约1:1的量，将它们倒入冷水中放去煮。枸杞、菊花这两样天然的食材，它的甜味跟它的甘味是很好的搭配，平时也可以像这样煮来当茶饮喝，可以保健身体，也可以当下午茶喝哦。等它煮开之后滚个2-3分钟，关火，然后放凉来当做开水饮用。依照中医师告诉我们的，这样子来喝，对于现在流行的疫情 Omicron 会有一些帮助，真是不错的一个饮品。用保温瓶装一瓶带着上班上学，也能够保健康哦。对于斋日斋月过午不食也很有帮助哦。有缘人希望您不妨试试看，下回见。希望您能支持 Off Talk 轻松生活频道，赶紧订阅我们，并按下小铃铛及分享影片，谢谢您的观赏。